用打力线，跳针打力线，卡筋搅拌，用打力线卡在搅拌的两端。 这个过程很重要。好，有两个小的看，然后倒水，再倒水，再倒那个土地，再拿了土地。预备好了，准备加筋了，再加筋，只要涨上去，只要涨上去，啊，然后。 夹筋后，取焊接，矫正焊接，然后进行焊接。 然后再调整这个，然后再这个把这个卡线再往外卡到这个中间以后呢，就是看这个脚板是否这个低起来，然后这个把这个脚板两端垫上去，要垫好，这个叫固定。 这个安排也是跟前一个程序一样，先把一距离这个脚板与脚板之间的距离，这个大概给找好以后，先给它固定用卡片给它固定住，然后再放上卡条，把前一个卡条的卡片卸下来，按照这个下个要焊接的卡条两个卡住。 最后一块儿。
是用刀片把这个什么脚皮旋掉10毫米，啊，旋到10毫米，跟前面那个整体钢板导入掉了，导入掉，导入完了，很简单。这个点磨掉，这个点也磨掉，以后让我的贴下去，再去那打进去，这样的话就是更换胶板很方便。整体焊好以后，它的这个跳动一般误差不超过14到15次。